他不走了，我不同意。你为什么不同意？东方雨，你把这当旅店还是饭馆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我也只是常回家看看而已。行了，你看到了，我很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赖在这儿不走的人，应该不是我吧？恐怕你还没搞清楚，我才是这儿的房东。 你们在聊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东方雨说他累了，想回去休息了。他不走了。我不同意。你为什么不同意？我是房东，我说了算。我是这儿的租户，我说了算。老规矩，剪刀石头布，谁赢谁说了算。 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东方雨，你可以走。吴毅还在房间等你，帮他洗澡，你快去，你快去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同意啊。